了，蜘蛛那再要啊，是蜘要做蛛啊，大师球，做什么球？把村民抓大起师来。球是第一个的，他是要先去抓，一样要去抓啦，一样要去抓一只僵尸，应该是，对，要去抓一个僵尸的人的东西，应该就直接抓一只僵尸就行了。那个球叫什么？你是说哪一个模组的？可以抓村民的，不是套鼠就可以了吗？不，我要把它塞进那个村民交易人里面。哦，那叫怪物捕捉工具。多工具哦，繁星可以试，看 Tinker 烧布力，大多数都可以跟。只要怪哦，掉入都有。好，但怎么起手？你就看哪个东西是你目前做得出来，基本上就从那边开始起手啊。工程工地师。哎呀，地狱体。这个嘛，核心吗？感觉这个要先做吧。地狱铁锭，从地狱铁阵那边开始吗？感觉是对地狱啊，铁粉。你要从地狱铁阵那边开始啊。其实你都有 JEI 了，你稍微按就知道大概从哪边开始了。红色铁锭，这个地狱铁锭开始，所以要地狱铁矿。看地一狱下，铁矿的话，可以直接敲，有一个叶锤子，真叶啊。好，从叶锤子开始。好，地狱铁粉丝哦。叶锤啊，笑蜘蛛眼，花笑蜘蛛眼不能用那个红色蘑菇哦。不行，只能棕色。听可玻璃材质比较清晰啊！我这材这玻璃怎么办？还有救吗？我那天跑去挖，什么声音？等下什么声音？敲。胸口，是敲麦吗？还是啊，我在打娃娃，生打气哦，娃娃？为什么不行？然后敲，为什么要打娃娃？啊，这怎么用因为啊？娃娃好打。哎呀啊，那个杰克宝贝敲怎么用？对那个生物按右键就好了。这样，哦，啊，见机用相似，会一为了。牺牲了，啊！音乐，音乐，为了献祭牺牲了，没关系，没关系，我有很多。为什么他会牺牲啊？照理那来个说，应该嘛，会而回且我血。所有人都知道啊，因为他有命名的关系吧？哎，这样子用哦，对，有命啊，名就我知道，我知道为什么他会牺牲了，因为他没有站在土上，他站在……哦，你为什么站在上面呐、啊？爱玩哦，下去啦，下去回血啦！哦，这要电是不是？墨盒是蘑掉菇不啊！见啊，我们啊，要好了，反正这矿个石什么西？当堂我用不到了，算了。下面有回血不回血，一定要站上来，这时候爱玩，给鬼给鬼，真爱的生活。爱玩，有安全的地方不站，一定要站在那个上面的地方。地狱的蘑菇是都消失了是？那你要什么蘑菇？棕色的，我家有家有，很我多。家也有，我们都有啊。好，你怎么还是你有怎一么没有问？有啊，我问，现在问啊。好烫，好烫。哎，我这个找烤，到了，找到了，又下原来角是这里找到有。了。这个烤面包怎么吃不下去啊？我也吃不下去，这我一吃下套去这么烫啊！了，我吞下去了。这个面包好大根哦。然后嘞？你们有纯粹的铁矿吗？没烧过的丝绸，应该这。有吧？我看一下，应该有吧？我看看哦。下界铁矿才可以拿来用。要等它电满吗？我有四颗，哎，就四颗。好，B B B B，要爆了，是不是要爆了？哔哔哔哔哔哔。我觉得它快了哎，为什么？快爆了！
他要极限了吗？他又快爆了吗？他快到那个临界值了，临界点快到了吗？对，我觉得他临界点应该快到了。再撑十分钟嘛，再撑一下嘛，撑一下啦，撑一下啦，再撑一下嘛，再撑一下啦。看一下哦，有些配方在是民换水哦，不是跟村，不是要跟繁星借啦，我只要有抓到就行了。借什么？借村民，应该有很多不要的、啊。而且我那个不是我那个地点，僵尸也很难走到那个位置啊。等一下。哇，爆了！哇！下去，秘密，好，好，哦，这个面包我吃下去了，很硬。很难咬啊！哦，等下换不了电视，来好。应该烧的差不多了吧？烧完了吧？嗯，还没吗？一组，两组，啊，才烧了两组哦。第三组快好了，太难烧了吧？几个玻璃可以丢进。好耶、欸、我来龙龙看。龙玻璃。那龙出来的玻璃要丢在那个吗？盆子上吗？还是丢哪里？丢这个吗？罩盆吗？小魔囊。嗯，哎，小可爱。我的书本。我的书本吗？好恶心啊。什么东西好恶心啊？一堆玻璃在那个。屋子里面，嗯，一堆蜘蛛网，哦，那这个智能输出有办法弄成这个吗？你说盆子吗？对啊，你要用铸造盆的升级吧，留个铸造盆升级，哦，哦，哦，好。好好好哈哈哦这个哦哦哦哦不行下界的都不行说谁下界啊下界可是就是这个有这个有这个你这样不好吧为什么这么大声哇，其实蛮好看的哎、欸，这些是什么鬼东西？嗯、可以再扫吗？三四五，获取流体对啊，又吸进来了对啊。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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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熏，那是小鱼好吗？耳熏，面包太干了不好吞。那我觉得先做出个地狱铁针。我、哦、这个亮色的木子，书本七个，三，这样，三本有了，好，这个放上去，这个放上去，二十八单，嗯哼哼，嗯哼哼，嗯，这是金苹果。Okay.金苹果怎么了？我的刷怪箱里面突然跑出一个金苹果。哦，会啊。哦，怪物会掉啊。怪物会掉啊。哇哦。那个他们说几率是多低啊？他们说是有那个枯工 BOSS 还是什么 BOSS 就会掉了。哦。是不是太少打怪啦？真的，我没有打到金苹果过啊。
眼睛太大，所以我找不到驴。嗯，嗯，嗯，打四五七，再撑五分钟，再撑住，撑住，再撑一下，撑住，拜托，撑住，撑住，嗯嗯嗯嗯，就快好了，撑住，来来来来来来，嗯。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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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随身工作台，你还是要拿下来啊！拿下来啊！马玉林立，马玉林立，马玉林，马玉林，我这边可以合很多。有有，我也有，来做那个倒喷射。哦，也罢。这我要做哪一个啊？没有自己的书吗？应该是有，我看一下哦。拿个粘土做出一本书就知道有没有书了。最后了，这是干嘛的？矿物量产升级哦。所以你烧也可以把工厂加倍烧哦。全英文。我的妈呀，全英文啊！全英文。嗯，那就是看啦、啊。他可以召唤 BOSS 哎、欸，可以呀、啊，可以召唤龙啊，可以召唤凋零啊，都可以。他有召唤那个哎、欸，龙魔法的龙哎、欸，红龙吗？好像对啊，可以吧，觉醒核心、龙之精华跟凋零精华。好险，我没有玩下去。嗯 ，Hello Hello， 安安，好险！怎么了？我差点做了堆郭芙，还是要铸造盆。郭芙能不能融啊？它整个都是铁的。啊，对啊，材质应该是最纯的吧？对啊，说不定可以融哎、啊。这个我们再去爬文吧，这个英文我看不太懂。记得他有一个扩建器，他有一个教你怎么做的工具才对啊。哦，你要先做，你临近做了吗？临近什么临近？就那个模组啊。临近，我记得是抓怪物的，要抓怪物用的。哦，临近还没做。嗯。我还要做色染料，好先。我先做出这个，就做完这个差不多了。安装手册，它有个字数安装手册啊。你说刚刚它的说明书吗？还是？对啊，我看一下安装手册。安装手册不能点。都不知道骑士史莱姆怎么做。哎呀，看书吧。他不可以点。看书啊，哦、按一下 UU 就知道了。哦腐肉，我来看一下他怎么做哈，我看一下啊、哦，还有一个腐肉就可以做了，我看一下，一个腐肉就可以做了，一个腐肉加一本书就可以做他的说明书了，我来看一下，我来看看，玻璃砖，简中的啊，你为什么？嗯，我刚刚点是全音呢，你是用中繁体中文吧？对，我用繁体中啊，对啊，现在音乐是用简中在玩啊。我是用简中啊，用简中就可以看啊，因为繁中的它有一些内部的没有翻译到，所以我后来就直接换简中啦、啊。嗯，等要玩的话，就真的要切换。我想说，上面这边放那个啊，凋零的那个粉末有。灵魂碎片还是什么？然后升怪升下去，让我打。哦，把导石放在，把指示石放在。那怎么做祭坛哦？好，有啊，工厂导石，工厂指导石这个啊，你要先做这个东西。工厂核心吗？哦，指导石，指导石不是核心，它是教你怎么做你的工厂的。他都讲啊，右键可以改变层数，
好，我先做一个看看。这个东西、啊，它是会有一个虚拟的样子吗？对啊，当然啦、啊，当然是这个虚拟的样子让你看啦、啊。睡觉了，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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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抓个几只僵尸就好了。会很大一个吗？感觉超大一个、欸。有需要一个空间。需要一个空间。这个。哇哦！哇哦！而且你盖的越，你要召唤越高级的怪物，你那个祭坛要越大。这祭坛是很帅啦，但好复杂，不喜欢帅的东西。他喜欢漂亮的。凋，那是什么凋零？那些是算低阶吗？还算中高阶？你觉得呢？做做看嘛。觉得呢？好，做做看嘛。也是啦。你不是学星辰的吗？对啊，你怎么转职了？没有，我只是到处玩，知道吗？你想玩闪人啊？我就到处玩。啊？啊，你没有看？看全职高手。哦，那个我没看。看，他就是有一个什么都会的，都沾一点什么都会的。什么都会，都沾一点点，但是不是很会。没有，他很强，他真的很强。好好。都精通，网的话都要一样 T 四，哦，你这条这次装备好帅，我要抓你。那像凋零怪的那种嘞，那打不死你吧？可以。凋零骷髅啊，凋零骷髅，说错。三阶应该要吧？那一阶的是僵尸或骷髅那种吗？嗯，是随处可见的。应该要提三哦。哇，这样感觉要做好大一个哦。嗯，之后吧，之后如果真要碰，现在是有升怪机制可以用啦，但就是耗伺服器资源。对，会那个继续看他们家。对啊，等下之后那个就把杰克家拆了。不要啦，都没家了。走。把这头巾用一用，差不多棺材了。要睡觉了，晚安喽。晚安。要睡觉了，晚安喽。差不多了。把这个盖完之后就去，我也差不多了，我再抓一只，再让我抓一只。哎、欸，所以你那时候刚说这个其实不好的原因是什么？邪恶点滴塞在这边不好的原因，来问观众。安安，小。好了，走。都会看到隐形人吗？没有开场，至少我还会显形啊。稍微让大家看一下现在的样子啊。反正你们都之后也只会看到手手而已，就看到。行，你们这样子，我要放哪里啊？这里好了，就你的。OK， 好。啊，掉下来。这样好。这好需要灵魂石哦，灵魂石，这样超需要超多灵魂沙的啦、啊！我的妈呀，灵魂石，小要弄的话，你在玩什么手游？他就是叫灵魂石哦，真放不到。哎、欸，有一只小僵尸在里面，我还不打你。嗯，我还不打爆你。你多少血啊？效率太高，怪又太强，你用一下就明白了。哦，真的吗？流口水了。啊，我这样子算照到太阳吗？如果这样土在下面的话，一下就知道了。好，我又看。
抓下去。好，下一个点用用看吧。下去。好，就这样。好了，晚安晚安晚安，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时间差不多了。嗯、好，我这边还没，我要做完这一关。我老吃个马铃薯，再吃一颗，吃一颗，吃下去了。好了、嗯，关台喽。八八八，我这边还没，还要再开一下。他效率太高，怪又太强。见太阳会烧，要上面不要见天哦，这样就好了、哦。Hello， 你好，你好。不过等一下要关台了。紫色、蓝色、绿色。那我要关台啦。下次再研究这个。小。哦，我们下次可以研究出一个很可怕的东西的。什么可怕的东西？蛋糕怪物。一整个蛋糕怪物。蛋糕工厂以外呢，多出来的蛋糕可以拿来发电，所有的种子也可以拿来发电。蛋糕发电机，哇！然后你还可以肚子饿跑来吃蛋糕，嗯，棒，也是蛮猛的。来啦，关台啦！好，不，那你要再等一下，我先游动一下。关了。好。我还缺什么颜色？你是说这个东西弄下去伺服器会爆？什么东西弄下去伺服器会爆？不要爆啊！那我是不是要改小一点啊？你在弄什么？弄了什么？我来去看看。也没弄什么啊。仙人掌。紫色，没关系啊，真的会爆，我再把上面的拆掉就好了。红加蓝，红加蓝，其实我首先让我点一下工作才都是 lag， 现在就很卡、啊。对啊，嗯，还是你在底下。在上面出来了，在上面玩，在上面看到上面一个隐形，我连有没有看到上面一个奇怪的空岛？哦，哦，你连隐形，我在地图上都看不到你耶，哇，这才叫隐形吗？真隐形，对啊，我地图上都看不到你，走开！你还你死掉还吐出一个光波。这个这是灵镜吗？还是什么？我靠！你这样真的是很像在开创造哎、欸，吓死我了！需不需要我帮你盖啊？你可以装备脱下来借我穿啊！好，可以啊，先借你穿啦、啊。啊、哦，好啊，借我穿一下。啊，应该东西弄得差不多了。这是不是真好卡啊？嗯。那、啊、我去关台。哇，这才叫哦，好快哦，我的妈！咦、欸，那有加速度哦，那一件是有加速度的、哦，所以很快。有有有，感受到了。再来，那我真的要做一件命名为工程用工程用套装吗？对啊。好了，外围好了。呜、拍谁？飞很快。用创造在玩没有啦，是会显示血量的创造模式。好了，我关了。我还没。OK。一待会再说，我快完成了。他们说可能会造成伺服器负担的东西。
不行，我就把这改小一点，然后就。你还在顺便吸经验呢、哦，对吧、啊？我方向错了吗？没有啊。玩的怎样？我做错了吗？哎、欸，不懂模组不要乱喊玩了哦、喔，我会紧张哦。同时不能启动电风扇，可以啊。就被吹走了啊！想骗我？我在慢慢的退后。哦，你们呢、啊？让我思考一下。这里。哇哇哇哇！该死的风，等一下。有风在推我，先把风关掉啊！你先帮我关一下，后面的开关吗？这样子嘞？啊，还有一个海边，海边，另外一边，哦，这边，这样，这个风扇会因为摆放的机位偏差，没关系啊，看吧，不行，我再把上面打掉啊。好，开始玩了。那个鹅，啊，没事，没事，没事，我很好，我很好，你还好好的。拿两个使用者，对。环球旅行者，没有啦。啊好，哇，太大力。这个嘛，变。好了，所以我要放了。好，恐怖哦！听说来，听说很恐怖。你是放了什么？哦，按摩猫，没有怪啊。哦，安德。然后我被揍了，为什么我被揍了？那帮我开电风扇吧。哦，好。这个吗？跟
这个。哎、欸，有蜘蛛哎、欸！蜘蛛卡在上面了，我完了。想想蜘蛛怎么解决？蜘蛛卡在哪里啊？卡在上面呢、欸。对啊，卡在上面这里、欸。你上面的电风扇能不能往下吹啊？有办法吗？看这边的，好。等一下，好，先关台，把上面等一下敲掉。嗯，好啦，我去收台。好啦，感谢。不是这个。好啦，感谢收看。对啊，不然我又想到另外一个方法啦，就是放那个，放黄金尖刺。哎、欸，这样应该就可以了。好啦，感谢这样收看，不是这样收看，感谢今天收看啦。我再自己去想办法研究改造一下。好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 APN 系列，帮我点个订阅。繁星，我们下次见，拜拜。等一下要忙了，拜拜。